KD 一百 R 叉 ，KD 一百 R 叉经过多方的改良哈，稳定性越来越可靠。那每组电池工作时间大约3个小时，适合摇臂使用、微空拍使用，以及手持稳定器使用，用来取代滑轨，好，用来取代滑轨，要那个取代滑轨，用来取代滑轨，摇臂、稳定器三合一作业。这 Sony 这台真的是奇怪，你居然不知道它的那个录影的时间现在到了什么时候。然后呢，它本身耗电哦， WiFi 连上去之后，它也两个萤幕都亮着，不会像其他的像 L100， 它看你用手机连过去之后，时间一到就会帮你进行节电作业。那 Sony 这台的缺点就是电源的使用寿命较短哈，没有办法像 L100 用的那么久，那节电也节的不是很好，APP 写的也很让人不用太头痛，哎，写的很人性哦，让你不用想太多这样子，哎。那连线的效率哈，跟连线品质，松下的好很多。连线的品质，松下是好很多。加气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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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气